进行起。啊，牧师有讲，那照圣经来看，啊，照哲学来看，无所谓迄将来的幸福，诶，无迄款的物件，幸福拢是闹。无迄将来的，我咱不是只讲将来的，吼、哦。所以将来应该是现在是，这就是现在进行式，即马就开始的。所以，伊即马是要甲咱讲现在进行式的幸福。所以为着安尼，咱来给拍鼓啊！多谢多谢多谢，阿你过来个唱，咱大家过来唱一遍。这条唱真好听。1999年的电影《天马地房》的主题歌，啊，第三六天马茶房、啊，天马茶房的主题歌，啊，第36届金马奖得奖的一条歌。金马奖。来，大家来唱吼。天空真天天，这是
这是为故你唱的一首歌。日子随风吹，一生我只爱你一个。春夏秋冬，若无你，我要怎样过？真好听，我念到目屎啊！第三十六局，第三十六局，叫你唱，叫我唱，唱唱唱哦！啊，今仔日吼，牧师讲叫我来讲幸福，讲我讲幸福。啊，其实牧师已经讲九摆的幸福，九摆的幸福啊！啊，我大汉拢讲了了去啊，啊，我要搁讲啥对无？啊，所以吼，我要讲吼，较唔是新下风的，啊，但是小我会着吼。啊，牧师第二只吼，哎，我脚骨就袂唔错吼。咱来开始来讲幸福，哦，咱为古早时代安尼个安尼个看啦，啊，啥物叫做幸福？好，这就是19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啊，就是肉肉疼啦，啊，肉肉疼其实干了三句话尔，一句就讲，人民有生命的权利，人民有自由的权利，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伫咱个特别宣言内底这三点。问题是伫倒位呢？问题就是讲，啊，啥物叫做幸福？啊，要安怎去追求？内底拢无讲呢，内底无讲，无提出呢。内底啊，所以咱来想看嘛，我到底啥物是幸福？啊，啥物是要安怎去追求？咱从自古早来开始，这是350年，2350年前，有一个科学家叫做亚里士多德，博士讲过了话，伊有写一本册，这本册叫做《尼可马齐恩 ethic》，尼可马齐恩 ethic， 写叫做尼可马齐，尼可马齐就是因囝的名，因囝叫做尼可马齐，哎，这吼，这咱所讲这是要还囝，啊，有两种的讲法。就是讲，伊拢无伫咧较济嘛，啊，感觉就内疚，欲写还囝，叫因囝倒来，安尼倒来，安尼倒来，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因囝甲吵起来，伊咧大学咧教书的时阵，因囝甲吵起来。反正咱即马无要讨论这個，但讲尼可马丘诶，对不对？内底有讲，内底有第十个 chapter， 第十个，拢总有十个 chapter。第一个 chapter 就讲。我要爱你有幸福，我要爱我囝有幸福，因为幸福就是最悬的，啊，无搁较悬啊！啊，举一个例来学同学听，咱来做例啦。咱考大学，考大学要做啥？要留学，啊，留学要做啥？要读册，读册，啊，要做啥？啊，要趁钱。啊！要娶某，要生囝，啊！要创啥？要幸福。啊！若较幸福，就到底对无？无幸福是最悬的，咱人生追求的，对无？啊！伊内底就讲，啊，第二章、第三章、第，甲第八章、第十章，伊阁讲幸福。所以这本册大部分拢讲幸福。啊，中方来讲，啊，你要安怎去幸福？伊咧伊讲吼，第一。你台，你这是种诶，你台去追求，我是讲吼，你未当追求啦。哦，但是这是亚里士多德讲诶，哦，讲你台去追求，伊举一个咧，讲咧做一个音乐，伊是讲 flute， 啊，咱家都无 flute 吼，那个讲钢琴嘛，哦，啊亚里吼，来弹起来即个吼，大家拢爱听啊，真好听。但那点开，我嘛用两支手，两支指头，我嘛要弹咧，拍诶，哆来咪发嗦啦西咧。安尼，我诶弹琴，甲亚玲诶弹琴，敢是同款？咪咪咧弹琴啊，无同款。亚玲咧弹琴是，大家拢要听。我咧弹琴咧，走无看诶，差是倒。差就是讲吼，人伊有向民众一个去。亚玲迄毋是生出来就会晓弹呢，伊有老师啊，等于叫伊教，叫伊一步一步。
啊，伫咧进步。亚里士多德就是讲，你伫看你咧进步，向即个诶咧进步，这就是你的幸福。啊，幸福毋是停伫遐，毋是讲啊，我摕到这样，你咪过来幸福，毋是，就是伫咧进步，伫进步，向我的目的。啊，目的是啥物目的？就是即个 virtue， 就是有你的目的，就是讲吼，你都爱有。以这这主要以以是要讲这個，好，亚里士多德佫讲，佫世界财富 wealth 一时的快乐，啊人给你做保障的，这拢唔是幸福，这唔是，亚那唔是，伊讲短短时的嘛，一时的嘛，唔是永久的嘛，讲你这份唔是。哦，啊！伊讲咧，你在幸福咧，都爱向这个道德品德伫咧进步，这才是幸福。哦，爱上第九第九章咧，讲友谊。好，那要幸福，你都要有好的朋友伴 ，friendship。一 friendship， 伊个个伊分做三种，一种诶叫做加拿大娱乐趣味诶。啊，啉酒的朋友啦，吼，佛教的朋友啦，对无吼，家己的朋友啦，一时的娱乐的朋友，啊，这款的有路用的，我利用你，你利用我，啊，你甲替我做啥，我替我做啥 ，utility， 有，这不是 friendship， 真正的 friendship 是慢慢啊做成的，慢慢啊做成的，啊，伊就是呢 ，everlasting， 真固定的，啊，你的欢喜是，伊会替你欢喜。你艰苦的时候，替你艰苦，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哎，讲吼，你若要幸福，你需要朋友，啊，这朋友唔免真多，这是阿里斯托讲的吼。如果吼，啊，但是亚里士多德是真实打卡到实地人，是不是亲像克莱多讲安尼，伫报告中安尼理想哦？但是呢，你若要幸福，因为我那需要物质的不够。伊无讲你钱完全无钱，无啥生理对象的，我咧讲，伊讲你我靠钱通生活，啊，你有一个社团，有一个社会，有一个教会通去，所以是真脚踏实地的阿里斯多德，讲你要安怎幸福？好，咱过来看另外一个，达赖喇嘛，伫1998年。出版一本册叫做《The Art of Happiness》，幸福的艺术。啊，伊是用普罗斯，伊讲这讲这人家捡捡起，啊，伊是用迄个特别的文写，啊，人家翻出各个语言，家翻出各个语言。哦，伊是讲啥？啥物叫做幸福？总共一句就是讲，你生活了有意义 ，You have the meaning of life。生活了有意义，啊，并且呢，你是感觉到你有路用，恁爸、恁翁、恁囝，感，让你感觉到讲，我也有路用，我唔是无路用的人，我的朋友感觉到我有路用，所以 useful， 这是伊的重点，好、哦，伊的重点是唔是啊？伊在咧讲的，伊讲吼，是安怎奈，这是无幸福的。不幸福的为对来的 unhappiness， 因为 greed come， 因为 lust， 因为 hate， 这就是不幸福的来源。啊，迄个达赖喇嘛讲吼，你那是认为讲，我要贪这个，我要爱这个，我要啥，你也不幸福。哎，我那要幸福呢，最简单一句话，就是 compassion。什么叫做 compassion？就是对爱，也是怜悯，也是慈悲。伊个伊讲吼，你若假说讲，若有 compassion， 你就感觉就幸福。所以这本册重点是放伫 compassion， 哎，叫做 karuna， 你个也讲 karuna， 讲看卖。karuna， 哎呦，讲到够准哦，发音够准哦吼。karuna 就是 compassion， 达赖喇嘛讲。你都要考虑嘛，啊，你都是 compassion， 好。
伊在咧讲，但讲吼，伊是你伊幸福，唔是讲伫底下，你达到你啦，你该 take action， 你该去争取伊，你该去甲摕，对吧？啊，这句话是老祖讲的，对吧？吼，你若一日十八天咧烦恼烦恼东烦恼西吼，啊，你是为你过去的生活，啊，你若讲你心急爱用小时吼，这你是为着将来的生活，啊，你若是。平平和和，你就是为着即摆的生活。啊，你若要，你若要 happiness， 你得为即摆的生活，唔是为着迄个啊。这个就是2008年发表的一本册。这个Lubomirsky 哈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遐有一个 happiness 的研究所。研究所，哎，侬专门去研究讲什么会做 happy 的产品，所以伊发表真济册。伊内底有讲，按本牧师嘛讲过吼，我50%是真诶特权，有个人都较弱强，有个人都较 free， 啊，这是老爸老母互你诶啦，你无法度啦。10%就是你诶范围啦，但是40%是你家己决定，40%，咱诶幸福啊无。You decided， 你40%，即人即鲁宾斯基吼，安尼讲，即本册真出名，因来大家拢看过。Bestseller 跑到3年至5年，伊内底是即人吼，鲁宾Gretchen Rubin 吼，是读法律的，啊是即个大法官。一个查某最近才退休，一个大法官吼，一左手，啊伊吼，连感觉就讲，我要来写册，伊才去写一本册《Happiness Project》。但是你大家注意这态度吼，《Happiness》是叫个 project， 啥物叫做 project？ project 就是讲，我若讲要做一个菜园，我先计划讲是倒位。啊，别安怎，别安怎，别正常，这是一个 project， 不过先计划实行，啊，去做，这才叫做 project。因为 happiness 就是一个 project， happiness 不是天顶发的，你都要家己去做，啊，家己去计划，啊，家己去实行。啊，伊的方法就是讲，我的方法一定拢会成功。大部分的人未成功，原因就是讲 happiness 是太大了，你做这边，做这边，做袂到。如果賣這樣，一個月創一項，一個月創一項，創到你熟起來，第二個月再加一項下去，再加一項就慢慢加下去，如果這樣你就會成功。啊，他要怎麼加什麼？他說吼，暫時閉起，唱一條歌，啊，你把它做習慣起，那在洗面的時候，你就在那裡唱歌對吧？那在跳舞對吧？做一項，啊，你習慣了後，第二個月再可能你給寫起來，今天有什麼好的memo， 你給寫起來，做記念，哦，你子你孫跟你說一句好話，啊，今天穿得這麼漂亮哦，就給寫起來，啊，你今天有什麼話，你給寫起來，啊，你給寫起來這句，這就是 happiness， 有個叫friendship， 哦，啊，你記得人的 birthday， 哦， I keep a gratitude book， 你說吼，你若要 happiness 吼，卖讲做一摆拢要做，一项一项来着，啊一个月做一项，啊第二个月再个加一项落去，你着做一事，这是这本册重点就是讲这，哦，这个人就是一个犹太人Ben Shahar，哦，即摆也少年，1970年的这40年，所以这个是差不多50岁，所以吼，哈佛大学的。教授吼，啊，伊讲一句话真对，讲吼，成功无一定是幸福，你有啥物成功，你袂当讲你是幸福，即个即无关系，成功毋是幸福，伊重点是怎样，伊成功来讲，伊讲 income， 你若会当过生活，过得好少是就好啊，搁较过去的无路用。无增加你的幸福，哦，啊，讲吼，重点的就是一只，你的活在有一个意义，
你画了感觉如果我画了真意义 meaning and purpose of life， 你有这个。一个讲一句话真出名，就是讲叫做 hedonic treadmill。treadmill 咱拢知啦，吼，啊，直搭出来，直直行，直直行，啊，就同款，直直溜。伊讲 hedonic treadmill， 伊讲 money 出名啦 ，good luck 啦，这吼我就是 hedonic treadmill。讲你是想讲，我拿一万块，我就真反着，我都反着，一万块给你啊，第一个是反着，十万啦，啊，你十万呢？啊，二十万啦，啊，二十万，啊，一百万啦，直直去。这是一个，一个这是 the hedonic treadmill， 啊，这拢是 short run， 这不是 happy， 这不是 happy， 这个讲，啊，好，这个上新啦，二月十五，今年的二月十五，才两礼拜前才发表一本册，啊，这前礼拜才发表一本册，啊，这本册吼是这个人写，啊。这个人叫做Arthur Brooks， 啊，伊个册名叫做《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这个吼是新的看法，我感觉新的看法，我再讲一下。伊讲吼，咱人吼，听我讲分做一半，一岁到五十岁，五十岁到一百岁几岁，伊讲分做一半，伊讲吼。头前这一半吼，是应该叫做 fluid intelligence， fluid 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哦，我要做这行，啊，我就该拼，啊，失败，哎，过来，我做别行，我过来，哦，有阵时成功，有阵时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诶 ，intelligence， 伊讲前半年、前半生都是拢 fluid， 两面管，两面行，两面行，两面行。你向一个目标去做。但是后半生的，伊家叫做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讲啊，你有经验啊，啊，你后已经知影讲，啥会使做，啥袂使做，你已经有经验啊，所以你都要为 fluid intelligence 跳过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你袂使不是共款，你都要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智慧来帮助你的囡仔，来帮助朋友，回升光起来。所以伊的目的就是讲吼。咱有两个 intelligence， 头一个 intelligence 你都要学习，都要学啊，你都会失败什么什么的。第二个 intelligence 呢，已经固定了，你去帮助，你去做成功，这就是这本书重点的放在这吼。这出来名吼，也好。咱拢 retire， 我 retire， 也不也也 retire。蔡文生也未退休，少年家也未退休。咁我你也未退吼，你唔等我一再要用，我代志当做，你看你要看边个咧？你代志太济咧。你用啥？你台好嘅健康，你既然无好嘅健康，什么叫做 happiness？ 对，你台好嘅健康。啊，第二咧，你台有一挂朋友做阵，这是真重要。啊，第三，讲你台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学一个 art， 还是一个 music， 还是一个 writing， 哦，啊，你台偏去学，哦，啊，有个人无爱用 computer， 哦，这我是台偏去学，因为无你电脑未着电，伊这两个就是讲吼，咱那迄落吓，哦，啊对啦，啊第五就是讲 nature 较自然接近的，你唔通。人佫感觉一出来，也唔错。make learning， 哦，gratitude 上重要 ，gratitude， 你都系要感恩，你都系要感谢。即个就是讲吼，你那边 happy retired， 哎，哦，即两个人慢慢啊，我就是讲好开心，即摆才有主动啦，哦，即摆才开始有主动啦，哦，有个人即摆才开始有主动，其中的一个就是讲。你也袂咧啦！我开始啊，我开始啊，开始有咧试嘛，有咧试嘛，我有咧试。OK， 好。这本册1993年出版，《Alchemist》，《Alchemist》就是炼金的。啊，你可能炼金人看起来，那像那像那讲，这就是教你讲安那去炼金对无？不是，
这本册是全世界真出名，吼，翻译到过十五个语言，这内底是人生哲学。我你你也唔知这本册我讲啥？这个人，这个作者吼，保罗·奎尔吼，是巴西的嘛？哎，巴西我真少讲写这本书，全世界出名，这本是全世界出名。用西班牙南部有一个牧羊的囡仔，伊的名叫做桑迪亚哥。啊，桑迪亚哥有一座房，我吼，迄金字塔，迄座金字塔的时阵吼，内底有插金的银哦，宝贝几点？我要来去睇你，我爱着恶镜，好起来，唔是袂记哦，就系要去找迄个金的银的地方。路中去拄到这个 alchemist。我都去讀這個 Archemist， 而且 Archemist 就是個外星人，解講這道理，解講道理。哎，想想講，哎呦，你哦，哎，嘛是要去放開一個 dream， 去金字塔。結果倒轉來，找無迄個金的字。哎，想北角就講，其實伊要找都是第一 backyard， 第一厝邊度喎？哎，遐有迄個 butterfly， 遐飛，啊有啥物事？一朵花咧开，嘿，就是伊的幸福啊！啊，我走啊，向要去找，其实我厝内面隔壁就有啊。这恐惧性就变作安尼去，所以你若讲也无看到这本册吼，你去买来看，内底是真丰富的，真深刻啊，对吧？这个就是《It's a Wonderful Life》，我说不讲伊好不好 ？Jim Stewart， 哎，阿姐吼。是一项代志，你毋着知。迄一本小小本来册，如果改做电影，啊，迄本小小本来册发生的地点是倒里啊？是伫 Westchester。Bedford Hills。是 Bedford Hills。所以，迄个故事就是伫 Bedford Hills。我即个电影是好莱坞倒里去拍，但是迄个故事是 Bedford Hills。Bedford Hills 即摆有一个 Bridge Street， 对。啊，这个电影吼，每一年 Christmas 的时阵拢玩 inspire 对吼，啊，所以大家拢捌看着。啊，你若要唔捌看，我甲你 refresh 一下吼。一个人叫做 George Bailey， 这个主角叫做 George Bailey。啊 ，George Bailey 吼，啊，对吧？你若去捌去阮遐吼，如果我看到直直去对吼，啊，其他台我着去租住对无吼？还有一个 Elephant Hotel， 你会记得？遐就是 Bailey Court， George Bailey 的大个所在，已经大个所在。OK， 这是买财产。George Bailey 吼，哇，娶某生囝，啊，伊生拢过得真好势。有一摆经济上失败，啊，伊个失败个后果，去一条狗恐怕要跳水要自杀。啊，边个多一个天才？哦，你们做啥？哦，爱讲，爱在讲这个讲吼。啊，人生无趣味，我若卖出事，奈偌好嘞？我若卖出事，就拢无这问题。迄、那个天才在讲，好，我予你个愿望，就一辈子你无出事，你根本无来伫世间，安尼你就欢喜咯。啊！你若需要我的时候，再过来找我，我伫遮。哦，就这边你欢喜，甲我好好，我都见识在见面烦恼拢无啊！啊，就等于找因太太，因太太讲好，你啥物啦？我敲电话要叫警察咯。你是我的案，你是我的案，都无迄个人，因囝也无要认你，啊，朋友啊，拢大家拢话，哎，这开始想讲啊，哇！遮济物件，细汉的时候我做啥，啊大汉的时候我安奈认阮太太，啊安奈甲伊结婚，安奈生囝，遮都是幸福嘛，啊我拢要甲放掉，啊为着一块一撮钱的失败，硬都要甲放掉，即个就是主题，就是你若无看到，你又搁看出来，即条真好听啊 ，James Stewart 是真够演，真够演，伊就演做一个白富，好。你若要成功咧，伫你厝边就有啊啦，伫遐就有啊啦。日本咧有一句讲叫"瓦米沙比"，
我比三比，哎，汉字就是安尼写。我比三比，伊讲哦，世间的人哦，真侪拢讲理想，阿要安怎安怎来去得到幸福？其实，你若要幸福吼，你台我比三比，用你的 feeling of heart 去找你的幸福。伊讲吼，啥物叫做我比三比？一切简单化，一生活个简单化，啊，生活甲自然的水甲人做伙个。Simplify, beautify, 哦，啊，参 nature 做伙，哦，啊，你袂当改的，你就甲 accept， 啊，袂当改的 ，let it go， 你唔免不是挂伫生活内，哦，错下唔对，伊那服务啊，艰苦，就是 let it go， 哦 ，I， 哦 ，I nurture relationship， I cherishing the moment。你本人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是意义感，生活了才有意义。第二就是外面产品，那外面产品就是讲简单化。你看一朵花，你若讲一大堆的花，不一定水的。但是迄个咱看伊开班人吼，啊一朵花安尼真水，然后啊你大对无，真拢真简单化。这就是幸福，日本人你们讲这是什么幸福？好。所以你若要，咱若要幸福呢？哦，当然都要听牧师的迄教话、演讲咯吼，迄真重要吼。啊，但是咱人普通来讲啊，简单就好，对吧？吼，参人不是 smile， 参人做伙爱笑、会微笑。哦，你唔通参一个做伙，一日就发到咧 complain， 对，一直参较乐观的人做伙，对吧？啊，个吼 ，do things you love。你爱做的，你就去做；你唔爱做的，你无爱做。哦，啊，有诶说，有诶哦 ，find a purpose， 哦 ，open to change， 时间咧改，你唔通不是不会受到，你嘛爱就改。你若无改吼，你下摆恁个囝个孙啊吼，你讲啊，阮阿哥、阮阿嬷吼，拢唔捌你啦，拢未晓半项，都无要插，哦，无要插，所以就唔使咧吼。I learn a lot of stress. Spend in nature, 不是看大多数人做会哈。Altruism 就是吼做好事哦。Help others, 利害相关，那个意思。Kindness, generosity, 还是做好人情。好，那你做，你没想到，这是真简单嘛？做起来就好，那卖讲好做啊，安尼。真复杂个，哦，人生的幸福，你唔当看，这是道理，这是道理。哈哈哈！这也是跟行路的，咱这群的行路的迄群，这种人拢是啥？啊，这是吼，伫迄个养鸡的头前吼，啊，发现到这张纸我吼，欢喜啊！这张纸就是菩提树。林登堡，一大丛哦，啊，唔是讲一丛尔，五六丛，六丛的哦吼，哦，啊，这人，阮拢同你去行路，哦，啊，这就是吼，这，哎，做恁来行路，大地主人，啊，你讲这，我讲这，这都是幸福，这都是吼，这就是咱这人，哦，咱这人，啊，你若无来，你若有时间无来行，是恁的，是恁的，内桥，内桥吼，你就，你就开始了。啊，迄就是迄个，另外迄个就是表姐，因查某囝结婚的所在。结婚的所在，表姐是吧？因查某囝是伫因老细了结婚，啊，这就是因老表姐是查某囝，会结婚。啊，这就是阮去迄个烧西了，迄个老西了，老西了，迄个 lakes and park mountain， 哦，我真高，那看得偌水，偌水。迄个所在较水，迄个巴黎吼，就是有法国的伫遐啦。迄个 Elephant Hotel， 迄个 Elephant 诶 Founder Elephant Hotel 用巴黎。所以恁啊，大家若有趣味吼，拄仔来出行咯，一礼拜一摆，啊，阮咧出后行，我就大家讲话，咱就真趣味吼。啊，是这个着吼，咱哩交换礼拜着吼，啊，搁有 Fireplace， 啊，搁有 Easter Hunt 着吼，啊，无算嘛，家己了着吼，啊，大家拢。咱大家拢挂 special 这是咱的幺五礼拜的
啊，这因因啊，大家知影对无？好，咱即摆来看讲一个情况。联合国每一年还是每两年，我唔知影，拢有讲有这幸福的国家的调查，幸福的国家的数据。啊，因为幸福国家伊了有标准的咧，唔是讲乱要的咯。伊讲吼 ，community sense 用这个做啊，我因赚偌侪钱，啊伊咧健康，啊伊有自由无？啊，因有 trust each other， 啊有 kindness， 这五项就是因咧标准的讲，恁这个国家有吼，有祝福者，祝福者。啊，上届幸福的拢是北欧，芬兰、丹麦、瑞典、挪威，啊，德国第十七，美国第十九个，台湾第二十五个，你讲咱二十五个输咱嘞？但是亞洲咱是上好，亞洲，新加坡34 ，South Korea 54 日本58 ，Russia 73，就73點，啊，中國93點，有人講愛去中國生活吼，遐個 happiness 哦，連這是連兩個的，啊，你若講要愛啥多一個，你甲我講，我會 listen 哦。啊 ，Russia 好像，那是两手七十三，啊，可能一半以上。好，咱来讲，联合国有派一个人去丹麦，伊比如讲，啊，你是上海幸福，啊，你是安那边上，啊，所以有一个报告。OK， 这句子啊，你啊头面，富个，叫做富个，富个。Google， 也读袂 Google。丹麦话，丹麦话，丹麦话，就是讲个生活啊，真爽快，真舒适。啊 ，Google 是过歹读啊，德文较好读啊。哦，德文讲个叫 Möglichkeit。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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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有啊，有啊，有啊，你派啊，这就是副个，副个派糖啦，记不记？给女你派，嗯，不是，给女你派，给女你派就是讲吼，生活了尽收，啊，我怕无欠钱，无欠钱，啊，都，联合国甲派人去调查去丹麦，啊，有记录起，伊讲吼。伊讲迄个 happiness 吼，哎，你若讲点丹麦个，你若讲 happiness 吼，算是真恶劣计税啦。因为咱个，因税金真悬，你知无？平均个税金是只，伊个平均一个人是赚一个月是4700美元，哎，是47000美元。啊，但是伊个 tax 是45%，等于一半，啊。不贪是吧？啊，上悬的average 吼是73500美元，这是美元。伊的 tax 是50%，哇，一半拢无政府提伊啊咧。但是咧吼，因讲我唔是咧付 tax， 我是咧买 quality 啦，我是咧买伊个生活的。equality， 我以前的两句话，啊，以前的两句话，第生囡仔有52礼拜的 maternity leave， 52礼拜，你若生一个囡仔52礼拜，是妇女，免做工，妇女，你的 health care 完全妇女。唔免付一千都唔免付，学生为囡仔家庭甲大学有福利，不但福利，大学生阁予你790美元一个月。啊，我伫德国咧读册吼，若无讲，因为我迄个时阵啊，即摆我唔知，我迄个时阵读册免钱，大家拢免钱，啊是伊是无790块花。但是，伊有甲你有一个 program，
我让你去做 practical， 你去实习。啊，你实习是不是拍到后底 curriculum？ 你一定要去实习。啊，遐实习会不负责。啊，所以伊是讲你要去做工课来赚钱。啊，你实习蛮合规啦。哎呀，哎，我来正常。所以，伊你个看好好。啊，佫一项代志，即真正发生。火车慢五分，吼，还袂得啦。Prime Minister 向全国道歉，啊，并且讲，你若是坐到这班火车，你去迄个 furniture store 去买一个 furniture， 寄迄个 check 来，政府要甲你出一个 furniture。伊要多啊，啥物？第一，伊拢知影，丹麦这个所在吼，半年拢暗暗的，因为迄个日光愈来愈短，甲规日拢无日光。他为秋天开始无日光，暗，不但是干那暗，一年有175日的落雨，啊暗过落雨过大，啊人的天幕是落来的对不对？啊，这点真重要。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大赛吼，叫做 Rose Gifford， 个吼，去到倒位，落真水的灯，伫室内都有真水的灯。有这块灯，啊，叫不是真光，啊，但是有光啊，互你有看，吼、哦，这块的灯，有这块的灯，叫做 PH lamp 吼 ，Paul Henningsen 组的 lamp。啊，有这款的灯，去到倒位拢灯，因为光，伊都规日落暗嘛，所以我家己去做光出来，吼、哦，啊，这个遐倒位，这嘛是一点对无吼，啊，第二个咧，伊的厝内底布置真简单，拢用茶做，可能就那 floor 啊 ，floor 是一个动物的皮。简单嘞，啊，这沙发吼，拢安尼布置啊真水，哦，啊，这拢真水。因厝内底装饰吼是简单化，啊，较自然，迄落话，伊感觉就爽快。好呢，你个话吼，富个迄吼，啊，今个都落 fireplace， 啊，你穿鞋啊，迄个。就是 fireplace 啊，挂报纸，还是啉一个空酿，就这么好。哦，人生的幸福。第三就是食饭，食，伊拢大家规家要做伙食饭。啊，食饭的时阵，有人来做，啊，大家哪讲话哪食，慢慢啊食。这变作一个 ritual， 就是讲，伊就是 promote 这个 togetherness。吃饭吼，唔是讲我你不对啊！你直接就制造唔是，这是一个机会，大家家庭做伙的机会。哦，阿姨咧，啊，真侪参朋友做伙吃饭，哦，阿姨即个有，即个大帅哥，我以前唔捌看到讲，写一个 cooking club， 煮饭的 club， 我今日要煮，恁老大家拢袂晓煮，我来煮，啊，恁大家来，大家做伙来吃我煮的。所以这真有福，这食饭对咱都是真大的事。food 呢，真简单 ，lunch
穿咧穿簡單，穿迄个舊舊啊，因為迄个冷嘛，啊攏穿袜啊，哦，T 恤、sweater 哦，啊穿 layer， 啊woolen socks， 穿，啊個咧，大家攏聽 TV， 去上班啊聽 TV， 大家聽 TV， 咧聽 TV 哪行哪講話啊無，係咪講甲你播播播，你是喺度上班，等哪行哪咧 enjoy。所以我就是讲，讲幸福，唔是讲你要找较济资源，而是在进步中享受快乐。啊，个咧，好多，不咧是好多，真正出去外口，伫外口 ，activity 对吧？啊，伊咧日时就，迄热天啊，时间真短嘛，所以真尽量享受外口好多。第七咧，你 belongings。因落说也一个 group， 安落互相帮助，互相讲，有啥代志啥物事，安尼讲。第九呢 ，togetherness， social relationship， 因跳舞啊，去个倒位吼，啊大家做伙，啊 ，face， 去教导，去倒吼，啊大家啊做伙，你发现你讲这大家做伙跳舞，啊伫教堂唱歌。啊，个情况就十个主要的元素，就是伊感觉就伊真快乐，伊真 happy， 就是这十个。好，读书就讲，我要讲何数道样，啊，因为其实我就讲讲这样。那来讲文学上出名的三个文学家，歌德。Shakespeare 甲 Dante， 因写诶拢真真出名，啊，我大部分拢讲过，恁也无听啦。歌德写《豪斯德》写六十年才写成，60年。豪斯德是一个医生，啊，逐项拢无，啊，逐项拢要知，逐项拢要爱，啊，所以拢真无完成。恁拢欠我，你嘛欠我，你欠我。连上帝嘛欠，伊要上，伊要知影这個，我唔知，伊都卖。即摆来一个魔鬼 ，Mephistopheles， 老先生就讲，我是的，你不爱我拢好，我有法度通拢好，我在生的时候我做你的奴才，你不爱啥我好，死了你的灵魂来做我的奴才。我的目的就是你大的完成，我要让你完成。啊，你若完成，你就输我。哦，死后的灵魂都无重要，我要爱的是即摆的幸福。99岁，99年，伊拢无完成，拢无完成。一摆已经老岁啊，参一个少年的学生。来因何必咧行？伊问迄个学生讲：“啊，你来学我做医生要创啥？医生遐济人，你来学这要创啥？”我学你个医生个技术，为着要去救人，要去救啥人？哎，去年伫倒位有火灾，伫倒位有水灾，有啥物人个听？我若有知影这个技术，我要去解救。有你去救要创啥？你有啥目的？伊讲我来去。我是完整，我是幸福。哎，豪斯德99岁听着惊着，啊，你要幸福，敢是你在幸福，你在幸福，啊，如果唔在幸福，啊，你什么？你要去救人，啊，你要幸福，有时我就是安尼在幸福，我要去 help someone。哎，这个，迄个学生讲，哎，个脑洞来，这样懂嘞。
咱就袂使行路，咱德国人爱行路。伊讲啊，啥咱来谈？对，啊，莱茵河的水涌过来啊，啊，遐花都较低嘛。荷兰即马甲是咧从迄个花拢做关起，啊，水就袂入来啊。啊，若水若无入来，啊，水若无入来，你就叫起厝，你就叫种花，就叫种菜。即个地是拢啥？我说侬话你个，你大好样啊！啊，无你叫人来炒那些花好无？啊，看不起，看这大事。几个月了吼，伊搁参这个参这个学生出去干。不过如果来听，轻轻狂狂，轻轻狂狂，哎，就唱啥？哎哎，对。轻轻讲讲，轻讲说说创啥？伊讲，嘿，迄就是你叫我做的啊，嘿，工人在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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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啥？做做啊，嘿，你叫我的啊，即把火啊关起来，啊，就打，啊，就人就跳起住，啊，迄个 moment， 伊才感觉得才跟人讲吼，遐一个教堂，新起教堂，啊，人底下在跳舞，跳跳舞，哦，感觉真完全。哎，就迄个某人就死，天灾来个迎接迄个天灾。99年，伊拢为着家己，上帝原谅伊。上尾啊，迄年伊为着别人做代志，上帝放弃伊。所以，即男的男的男男的男的 happy 吼，就是你都爱会晓满足，你若会晓满足，你才会 happy。马太第五章第六第五十节 ，You find yourself proud owner of everything that cannot go。第五章，你的 happiness， 唔是讲你提啥物话你都爱，是你所有嘅物件你怎样谈 grateful， 你怎样谈感恩，你有物件你怎样谈感恩，这都是。这就是啊，这嘛是啊。好，咱来讲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写38出的戏，悲剧、悲剧、历史。Tempest， 暴风雨是上尾啊，一出上尾。啊，伊特别，伊要登去，伊特别登去。啊，迄个国王 Jim First James。来来拜托，我咧嫁查某囝，你嘛来写一出戏，来甲我红白欢喜者，才写一出暴风雨。啊，暴风雨是安尼啦，一个王，人真好，啊，因小弟参一群歹人，甲推翻，命令讲将阮阿兄再查某囝，甲去甲害死。啊，这个人。感觉就讲，啊，咱国王就只对我只好，啊，要保守迄落，啊，无安尼，家囥咧船啊，啊，摕一寡册，摕一寡衫，摕一寡物件回去，全甲塞去大海、大海，回去漂流，回去自生自灭。伊来个一个岛，袂晓报效，啊，佫袂晓讲话，但是迄册内底有一本册，就是我会晓魔术，钓钓风、钓雨，这个魔术的技术伫遐。伊用这个魔术来生活。13年后，因小弟参一群人，我坐船要经过这个岛，啊！你经过我的岛，你才死。哇！一阵暴风，大风大雨。啊！遐个人拢走来这个岛，啊！这摆就是伫我手内。问题就是讲，我是要害死。还是要回国。我若安尼甲滴落去，这人拢死。啊，我若甲放活，啊，这人我若感觉就讲，啊，你唔对啦，袂识咧。迄问当地一个个 Gross， 伊讲啊，甲放伊走还是卖甲放走？伊讲你若甲报仇，你会较爽快嘛。但是呢，唔是上高尚。啊，上高尚就是讲原谅伊啦。Forget， 哦，哎，伊就变做你真正的朋友嘛。
所以伊到尾啊，甲讲我我即个 mercy 唔是 revenge， 唔是报仇上重要，是怜悯宽容来宽容。所以即个马哈马甘地是讲啊，作者也要宽容人，宽容人的人拢是强的，强的才好。曼德拉，你要是曼德拉，叫我乖，一乖出来了，改下改乖了，都不乖，我不会跟你剩下什么，不管。这原谅是这个力量，是这个力量。Forgiveness 不是讲你为着迄个人做代志，是为着你，因为你若无原谅伊，你诶不是不出伫你诶生活，你是为着你好，你才开始原谅。你若要幸福，你就要有原谅。If you forgive those who， 这是伫马太第六章，马太第六章第十四节，伊讲你若宽容遐人，伫 Heavenly Father 就来宽容，上帝就来宽容。你个你个，啊，但是你不得宽容，还要宽容别人。不，但丁呢？但丁在 exile 的时候，还没当回去，伊所爱故乡 Florence， 没当回去，他写神曲，写神曲。哎，写神曲是去由地狱，由人间，去由 heaven， 天堂，对。那个啊，这个。这个是约翰第三章第十三节。God loved the world so much that gave His only Son,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 Him may not die but have eternal life。伊就讲，上帝准备天堂给咱啊。啊，当然有地狱，你若做唔到，但是你若做唔到，你就要反省。你若反省，上帝会给你原谅，嘛是继续去做。啊！你若无要反，无要反省的，你讲你都做唔到。所以，伊最后的一句，最后一句，伊的诗，几万句的诗，最后的一句，啊，这句是就是到底一个王的外号，就是下两个幺，阿华利幺，意大利文的这个叫啥？那莫给莫埃咩，有所嘞？拉出来说，来，我都欢喜啊！你说的，我来也要的，我这个我也要的。说的你哦，啊 ，stay 就是那个真真啊。那我前五月份，你说的，你那点的 stay， 拉出来，差不多，啊，拉出来，拉出来，啊，快，反正英语就是讲爱。推到转，反正所谓污流的阻挡吼，都是因为就是爱，上帝的爱，啊，咱爱咱的主民，这就是上尾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就是去年也无改呀，对吧？你个两句吧，啊，好，这个两句。那么，给每一位 ，sorry。In loudly stay。哦，伊是今仔日有来，我就欢喜一个，我就讲。那个托斯卡，那个上出名的那条歌就是 Elizabeth Stay 的嘛，就星光灿烂 Stay 的，就是那个星星的，星星 Stay 啦，多数的时候必 Stay 的。Stay。So love which moves the whole universe。爱，是天，是。啊，咱大家拢坐到辛苦啦吼。站起来好，啊来唱首歌啦吼，啊大家来小把叮当的吼，小把叮当吼，接着就是吼，来变的说吼，啊多吼，就是罗马书第十九第十章讲 ，Love each other with genuine affection and take delight in honoring each other。这条歌吼，牧师我老讲起啦，两个，迄个，快点啦，快点接，快点。
你看第十四周第十，我老爸伫天堂有真济厝，啊，我先来去准备，你来，你就来，底下享受。好，哎，啊，我恁恁来去你家办。你先有讲位置啊？哎，讲位置。啊，那像那咱从那顶头小我坐上。大家啊，都留步哦吼。哦，嘿嘿嘿。坐上久，坐上久无好啦，啊，小我顶动咧吼。啊，这条歌大家拢会晓唱。因为吼，大家咱有甲翻译过吼，啊翻译拢甲迄落拢无关系。我看有人咧抄着吼，你若要爱我的 PowerPoint， 你甲我讲，我当场送我。OK 好。你有无来甲翻译？啊，那。And my friend, we can see in the world, for the hard work we went on the way. Look, we now as the dwell in the dead,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e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On the beautiful shore, we shall sing on the beautiful shore. The memories of lovers there, and the sweet hills shall roar on the moor. Not in time for a breath in the rest, in the sweet by and by.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be on the beautiful shore. Ah,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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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there.We are bound before God of love. We will offer our tribute of praise for the glorious gift of His love and the blessedness of all our days in the sweet by and by.We shall meet on the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e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e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We shall be on the beautiful shore. We shall be on the beautiful shore. 多谢各位哈，多谢各位。现在当你唱起来，我是感到五分钟了。啊，我就讲等到唱起来，我都讲等下等到成功。